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现在跟小飞一起去推他的电动车去。前两天坏国贸那儿了，在那儿两天了，一直也没弄回来。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，估计不好弄回来呢，要么得推回来，要么就得找个货车。货车。啊，先过去看看再说，别丢了就行。真冷啊！能不能？能，但是没有前两天冷。比送外卖冷。这个，看见了。这你也不能推回去哦。好、啊。得叫个那里。叫个货车。对。是吧？小货车拉过去。这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知道不？哈哈哈。拉坏了。这就可爱了。哎！没有，不是。啥意思？坑地是吧？坑地。电机坏了。啊。看，看不着了。啊。坑地。车来了，咋撇上去？这撇上去了。啊，你坐这个车吧，叫、啊、我开着那个车回去。行。啊。走了。他跟着这个车走了，我开着车把车开回去，一会儿还得去接他。哎。啊、好修吗？他这个？得一会儿，得一会儿。行，谢谢，看看。那天耽误大事了。本来能跑一千的是吧？跑了八百。要不是跑一千块钱的。这个都有，别说你这全有。对，损耗是正常。他这个电车确定是电机坏了，老板正给他修着呢，但是还在保质期，应该花不了啥钱。我在车里等他吧，屋里头太冷了。来了，蒙尘啊！老金，要钱没？没要钱。啊、哦，还在保质期内。不来，我以为再花个几百嘞，这几天再干了。行，下来一这都成。那你去着吧，你去着吧，你坐不了车了。行，走吧，走走，我开着车，你去车。走，慢点。我也回去了。好好。好嗯走了，这家伙跑得快了呀！我才到，这冻的，冻的不行了。打十万？啊？打十万呢？打三堂中是吧？三堂还中吗？我那现在想，就想喝的那种又热又有啥的那种。坐、啊、坐，交给你了，坐，你坐。我感觉好长时间没下厨了，是吧？有比下厨更重要的事儿，现在。今天要用那个昨天吃火锅剩下的那个剩菜做一个酸辣汤，啊，走，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四样：香菜、金针菇，还有木耳，还有千张，啊，然后里面再放点醋、什么胡椒、鸡精、味精、盐，搞定，就这么简单啊！酸辣汤好喝，齐了啊！酸辣汤齐了，这真是比大鱼大肉都带劲，咸鸭蛋，这是小卤菜儿。酸辣汤，一吃一喝，主要是这个，对，得硬，热腾腾的。哎呀，先给你拿拿味儿啊。刚才，你该放在哪？你看看。嗯，就这个味儿。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个咸鸭蛋太好了。比肉都好吃，是不是？虽然说今天修电动车没要钱，但是我觉得也没少耽误事，所以说明天。让他继续上路，为我父，我们两个努力挣钱，是吧？加油！加油！